王菲与谢霆锋分手11年，2014年上演世纪大复合后，不断被曝结婚消息，甚至传出谢霆锋已经求婚成功，今年底将要风光迎娶王菲，但都未被本人证实。与王菲私交甚笃的导演邱黎宽率大伟卢曼二演员赴香港参加影视节，他不改脱鞋天后本色，与一票脚踩高跟鞋明星齐齐登台。问他最近的王菲是不是很开心呢？邱黎宽说 OK 啊，他不生气就很开心。媒体追问王菲和谢霆锋是否办婚礼一事，邱黎宽直爽说出王菲心声：你第一天认识王菲吗？他一直都不会在意这些东西。邱黎宽还指出，过去曾因为报纸乱写王菲坏话，让他非常生气。没想到王菲不但不在意报纸的内容，更反过来安慰邱黎宽：他们都是工作赚钱，你就让他们写吧，算我们不对就好了。人家写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新闻只有一天，做人要做一世。宽容大爱的胸襟，让邱黎宽直呼自己的观念也被改变了。